大家好，今天发货的是泰国客户、马来西亚客户还有安徽客户订购的设备。今天我们会装七车货，会发六个集装箱。泰国客户订购了我们一整套的生物质颗粒生产线，这次是第三次发货。泰国客户的设备会发四个集装箱。发货的设备有高效反碎机、暴龙肉片机、输送设备。我现在付的这个集装箱呢，是发往马来西亚的暴龙破碎机。安徽客户订购的是我们一台85颗粒机。感谢各位老板对羽龙设备的支持，如果对我们羽龙的设备感兴趣，欢迎后台咨询。